我们要，我在想，因为我面对你的时候，我盯的时候可能表情，所以你要忍住。好好好，我们接到场，盯住。好，那就现场准备哦。盯住哦，来哦。好，现场准备，好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他是谁？问也是啦。他是谁？所以给我，你干嘛啦？他是谁？不要每次无理取闹，闹够了没啊？到底完没完啊？我听着，哇、哦！震动！这一掌是所掌里面最痛的、最大的，但是我也是唯一盯住的。是不是跟住画面不一样？画面超好。明德先吃。等下还有那个，我看一下我脸多红。因为这边房间辛苦，真的辛苦。但是红的没事。哎、欸，他本身有点笑场的、欸，对。有吗？是吗？没有，看他每一颗都有啊，但是后面就快快了。对，上一颗嘞，落上一颗。有点微笑场，对，他有微笑场，有点微笑场，他也没有差啦，其实没有差、啊，没有，因为他每次打都觉得干这么大力哦、喔，然后他就会想笑。看一下，这最后一颗，来啊！等打完他们就怎么样？你们是只要看打脸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想看打完脸之后。又笑场了，我就上一颗，上一颗嘞，刚刚那上一个，上一颗是这个，有没有没笑场可以剪在一起的？没有了，就不能剪在一起、啊这个。这就没笑场啊！我觉得这个好像比刚刚的好哎、欸。你觉得在哪里？好了，反正就可以了。你觉得呢？再放一次，你还是要再讲，再打一局啊？什么鬼？先吃，都可以拿是吧？为了艺术而牺牲，你是牛肉，牛肉，你没看那种二十九台？他要选什么酱？我帮你泰式酸辣，泰式酸辣，蒜。好，这个，先放我们，等一下再一颗。好，可以。结果你没看那种二十九台那种台语剧打巴掌都是。